这是最强三公队，就是赢过所有豪门的，你们所认识的队伍他都赢过，三公天花板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梦幻第一三公队，打败过所有不占冠军队伍，开局就是一把冲刺，十回合就结束战斗。这还用想吗，大哥？这 PK 他要是拿着武器打 PK， 他连咱们那个牛队他都打不过。这是最强三公队，就是赢过所有豪门的，你们所认识的队伍他都赢过，赢过所有福战队，这个成就厉害了。毕竟三公跟福战还是有差距。三公天花板，浩文一生之敌。他的经典打法呢，是用保凌波城用真君显灵啊，然后凌波以后的这个真君显灵打谁都是一万两万，而且凌波城自带很多物理暴击几率。给你看看他们的细节，破血加碎星，16段破血可以说很多，但是碎星能打到16段的就很少，因为16段的装备属于符战，符战呢又不带凌波，即便有了凌波他也不用碎星啊。项链 1.14 的物理暴击几率啊，衣服的话利敏双加71，物理暴击几率 0.76，鞋子啊，纯白板 1.12， 现在就真正的高端的物理系，他不给你搞什么破血野兽的白板装备了，野兽让别人加，要的就是那点蓝字属性啊。物理暴击几率 1.12， 鞋子的话暴怒物理暴击几率加 1.08 啊，因为他全身只有可能放一次特技就是破血啊，所以说他也没有什么精青罗汉，没有想过回头路啊，他最大的回头就是啊163了。武器的话1046除以个688啊，不算双加，是一把1036，敏捷在三公里直接就算总伤就行了，33再乘以个0.57啊，再加上18.81，这把武器是1055啊，体质的33综合属性乘以0.57，再加上18，1070多的综合，先祖很高了啊。关键是三公其实一般很难有七伤害的，这是七伤害啊，18、17、14。国标全是14，一个爆了3，一个爆了4。上牌虽然侏儒性不对，但是这个队伍就没啥抗性啊，全输出。借着全国标，但是也是4伤害啊。零至三属性，看他们的宝宝，看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的细节在于孩子，孩子是魔镜的，这都是没拿到的啊。三公必带的一个林中鸟啊，感知和毒是必备的。感知是用来清理对面的隐身闪现，毒的话是为了配合剑荡四方啊，批量上毒，但没带剑荡四方，带山恶。我和画碗难道理念不同？这就是为什么他是画碗，我是老王。戒指的背包里140的也不会带有四伤害了。红不红？你知道吧？力皮必来，特性是力破的还是？特性是力破的，这个就是他们队伍的细节，他们不可能用血攻壁垒劈蛇卵啥的，劈血手他必然是力破240，对召唤兽降低6%，我说的240和6%啊，5%更低啊。引攻宝宝的话不需要太卷，一拳杀人力劈啊，出其不意虚迷完美技能，七技能一致劲爆地听啊，吓得你发懵，双特殊高速宝宝，神马开局加速度啊，突袭不易，这个守尸，这个是守不了尸啊，也能守尸吧啊，根据加点可以决定守尸还是开局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啊，三公天花板之凌波城。三公的初衷是花最少的钱，打豪门措手不及，现在也太全了。再看第二个凌波，16弹破血，复制粘贴，腰带采用了愤怒，没有用白板啊。武器的话，非专用极限，伤害651啊，1118除以3加651啊。一把武器在非专用的情况下1023，零是三伤害啊。戒指的话四伤害，又是一套七伤害。这个戒指的话属性还爆了啊，零是十段。看看宝宝，看看再看看孩子，魔镜激发速度1206。看宝宝，第一只宝宝还是林中鸟12技能，这只没有感知，没有高毒啊。第二只宝宝力劈必雷啊，力破还是力破的特性，都改成强力套了。杀人力劈，一致劲爆啊，引攻，出其不意加虚迷啊，一拳超人，啊，龟速静台，高速静台。OK 不 OK？ 哈少不哈少啊，地府值得仔细看看啊。野兽项链加封印，现在的地府必带的项链，现在的。很多团队的野兽已经不再是物理系带了，地府来杯晶晶愤怒修罗，给自己取个修罗，对面有163英尼过来直接弹死，
放下加神用，这把武器逆不逆天？双加69放下加神用，我操，这个啊，就这个项链和这个武器，啊、还有这个衣服啊。这三宫地府比大部分独占家族的地府头衔，三宫的初衷已经变了，都强啊。灵氏的话，这两个的话，其实物理系因为卷的比较厉害嘛，而且其实您看仔细看细节，他这个灵氏速度都是30啊。翻盘靠你了，又是龟速双特殊啊。高速双特殊一拳，他们的血统质量都很高，这个是力破这个也是力破一拳，应该特定瞬击或灵刃瞬击出其不意虚迷出其不意虚迷，地府俩虚迷，地府仨虚迷，地府四个虚迷，哇擦。其实我也问过画板，我说凌波城输出那么高，为什么要狮驼？因为狮驼灵稳定，而且还有超级鹰击以及背水，灵是四伤害七伤害，这是唯一一个三宫团队七伤害的配置，16弹野兽，16弹破血，穿刺1.18的白板腰带干15弹宝石，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。1111除以3加654，损伤1024，我操！问题是精致还能再打2段宝石，还能再加上16.66啊！这武器已经是三宫的极限了。39，乘以0.77。再加30这把武器应该是非专用，要是专用，要非专用就第一类啊。